哎，那我听一下第一轮那首歌好吧，我今天没打开那首歌，抱歉。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炸马，但是不仅要有输出，然后还要有水的配合，水上 crump 挺不错的。本来是想让你教我点 crump 的，可以啊，可以啊。哎，真的吗？嗯，教一点吧。crump 是这样的，它是最简单的，就是 on three。首先摆好以后，然后甩出去，换另外一个 pose。对，把这个甩出去以后，这样过来以后，再 stop big step 就好。这个是 big， 这个是 power， 这个是 top。在做 arm swing 的时候要换。crump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 bounce， 这个是我们跳 urban 这首 choreo 跳惯了，我会一直会忽视，就是这个 bounce， 你看啊。然后就会变成咔咔咔，显得不一样。这就是基本的东西，没有了。他的这个 crump， 在我一个跳了十五六年的一个舞者来看，跟专业的舞者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的点都是他给提的意见。好，大家坐吧。啊，你走，做一个外旋开，里旋开，躺下。One and two and three， 就我觉得刚刚我想到一个，有个蚊子在飞啊，你们，然后有一个人，我们改完之后，确实会觉得，好像比之前更好了。就他看到的东西，也许是我们忽略掉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互补，我觉得。我先用膝盖上来，直接用脚，对，踩这里。哎，有点紧张，我主要是怕踩疼你们。哎呦，这一个脚就没事，上来先这么踩。对，他们每天都被我们踩。对了，我们被踩很多遍了。被踩。不用怕，不是踩哪里？哎，请问一下，踩这儿吗？上来一点，上来一点。对，踩中间。哎呦，你要中间是吧？对，主要是。我怕我不会，这个不会，来，多一个。我们想到一些抬举的动作，他要踩在我们的背上，他都不敢踩，他很害怕去伤害到我们。慢点啊，你们加油加油，撑住啊！真的不习惯踩。稳不稳？还行还行。哎，你们真的 OK 吗？我下来，我先下来哈，下来说，下来说。现在一直在滴汗。我感觉跟他的舞蹈风格不一样，以为他是很直接很刚的，结果他这么贴心。哎，看到了，给你们把的手。我喜欢我们团队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做到一个好队长，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陪伴。感觉每一天24小时，一星队长都在我们身边，能够进入核心战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